泡泡的声音吗？我们先听，我待会儿再跟你们打招呼，这会儿很关键。
时候就要有人问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做泡腾片或者可乐呢？对，技术上的事情你别管，反正就是我感觉这个泡泡比较质感不一样。然后还有，因为它是固态的，它可以横过来挂在耳朵上，把它弄头上去。但是呢，一开始你加进水的时候，怎么越抹越多？加水进去的时候，它会发出很吵很吵的噗，就像那种往油锅里面一下子撒上一杯水那种感觉，会特别吵。所以在一开始的头三分钟左右，它的声音是不能用的。然后呢，当它泡泡灭到最后一段时间，大概十分钟之后，它的声音会变得有气无力，就像那种，就像你让我去健身房上跑步机一样的。它也不能用，它只有当中的这个3到5分钟时间是好听的。所以呢，经过我反复实验，是的，我今天在1:30下播之后还反复实验了一下，也没花多久吧，半个小时左右。经过反复实验之后就得出结论，上来直接做声音，把最美好的部分听完之后再来听我哔哔叨叨。正常来讲都不会的。
觉好像掉下去之后那个噗的声音有点短，我想个办法，把它延长一下，把这个舒服的这个劲儿延迟延长一点。试试看这个吧。下水计划失败了。